个好多人啊，这个去下车那个地方，下车点点慢啊，记得回去就走过去，不能有一下可以进场，可以来。你哋个顶啊！哦，你打啲手顶好啲。两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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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中国的这个希腊馆这里我都不知道希腊馆这里那些像那些东西我先说的我不能说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水區那些是假的吃了呀不過你們真的是什麼不過你們真的是什麼希臘都掘出來的那些整個牆都插出來的哇為什麼換過來呢是的皇宮的跟皇宮換牆都插出來的砌翻個神殿喺度啊！砌翻個希臘神殿喺度，砌翻個。個嘢唔影啊！即係佢淨嗰度成嚿嘢拆咗，佢成嚿搬咗翻嚟啊嘛。嗯。咁有啲人就話佢衰啦，咁樣搞喎。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佢唔係搬咗佢啊，你？走都冇做啦，系啦，你要争就冇咗，你收埋啲同佢保存啦，大佬。
管在哪裡呢？這是第幾管的？是嗰啲邊個啲歷史啊，人哋三千年前嘅國家嗰啲文化嗰啲嘢紀念。我哋去其實我哋睇下我哋，我哋中國啲乜嘢。你哋嘅？啊，呢邊呢邊。I'm Australian。呢邊芝蘭。I'm Australian。而家啲個佛公仔都攞翻。中間呢個。即係去中國攞嘅，打仗輸咗佢攞呢個嚟嘅。不過佢啲人話佢哋係呢個
哇！呢度係就係呢個。1644年，慈禧太后御笔喎，平安富贵啊！啊，嗰时都系用正体字啊，你啊，大笔线啊，哇！哇，大笔线。我有你系。咁湯啊！人哋慈禧太后係咩？邊個做飲湯啊？湯飲人哋。咁大一個，佢死得曬咩？呢個咧？哦，鐘誒，有音樂音樂樽啊，音樂鐘啊，音樂嘅鐘啊。中嚟㗎啦，係咪？即係先。乾隆啊，跟乾隆啊。咁呢個是不是那個那個？呢個 used to in 全部都 stop 咗，所以所以咁走出嚟叫㗎。咁樣都係喎，乾咗啦已經嚇，風化咗啦，眼就係。資長資女嗰度，呢幅畫都即係呢幅畫，呢幅畫慢慢慢慢編出嚟嘅喎。係啊，嗰個收藏度編翻出嚟嘅。哇！幾犀利喎！1183年喎。
1930、1934年興翻出嚟喎，人哋當你1930幾年嗰時砸爛咗，你執翻去，木嚟嘅石頭嚟嘅呢度，木嚟嘅，木嚟嘅。咩？几斤两啊？哇，你得几斤两啊？解釋先知道唔知啊？我呢度啲棺材啊，你哋嘅，哦，唔係你哋，依兄弟嘅，阿姨啊，呢度真係冇阿姨啊，呢啲啊，真係冇阿姨啊。係咩？頭先嗰個唔係咩？係啊，係咯。呢啲成個未開面。啊？呢啲未開面。我呢個未啊，我啲仲係在，仲係裡面。冇開面。啲嗰啲仲係裡面。係啊，個屍體裡面。哇，都咁啊！包到啲棺材喺出邊，啊，對面再包一層嘢嘅，包咗先就擺，哇，咁啊嘅，佢唔可以係喺嗰度，就係要喺個一個密室咁樣調整好啲嘢得，咁咪氧化成個，即刻散開啊！影呢啲屍體啊，你，因為啲骨啊，呢啲金啊，都盜墓嘅，裡面都係咩呢啲嚇？
啊，你的全部里面都是啦，睇睇到棺材啦，嗰啲树起嚟咧已经攞出嚟啦，可能摆喺嗰度咧就系已经攞出嚟啦。哇，金啊呢啲，可能呢个系金嚟啫，系咪？哦，我都开咗啦。啊，里面咁样。哦。哇。阿姨。好多喎、啊，埃及啊！哇，你看，包嗰、这個包袱咁，嗯，佢點解咁啊包住咧？嗬，哇！呢、这個棺材，呢度鷹係蟲咧，係人係蟲咧？我梗係人多啦，就。哇！啲棺材係咪咁嘅？做戲嗰啲咁樣，自己夜晚佢哋喺度守住啊！呢個先至冇害，係咪啊？呢個冇害，個樣都畫張圖啦，係。嗯，佢知道佢啲人咩？哦，人原本要畫啲嘅。係啊，哦，系啊！哇，我啲棺材搞得幾靚喎！點解呢個好肥照啊？呢、這個牛仔啊！嗯，演唔到啊！因為嗰個光的問題啊，光的問題啊，唔得，睇唔到字喎。哦，呢個字唔得，睇唔到。牛仔都整啊！可能佢呢啲牛雞可能係啲有錢人家啲養嗰啲嘢嚟嘅，咁啊知嚇，都要同你整個。呢只好大隻喎，你睇，咁啊等人哋兩個啦。兩點半啊！佢話。而家幾點啫？做咗二十分鐘。呢條係希臘嘅嘛？呢啲。打到去意大利，曾經輝煌過。嗯，喺意大利嗰陣時嗰啲嘢。金啊！金。咪 seven 咯。这个可能都是棺材来的，是棺材，800年，即系而家2000，即系差唔多3000年前。
嗯，我个小朋友呢？这脚都走的。那个小朋友给两万。要去越南了。啊，那个五十大。烂掉了，这些脚都烂掉了。嗯。有个汽车走过来。来了。我说的那什么来了？自家带架呢。系广噶呢度喺度。咁广都济啊。得嘅，呢度睇到。嗯，你如果要慢慢睇的话，你慢慢睇的话，就要嘥好多时间先得噶喎。有兴趣嘅人根本唔得嘅。你早晚关翻唔得。因为时间不够的。啊，这个懂懂。啊，这个。他全部掂啊，未准掂。又哦个井口嚟嘅，井口嚟嘅，咁啲粉真系好掂，井口嚟嘅。歷史又點樣？幾時介紹啲錢又點樣計作？finish 啊！落翻去要，落翻去啦！呢度啲廁所仲要。